坐下去的，然后上步压掌，转腰，两个手打圆。好，一上一下，重心到前，一个穿出来，一个压下去。好，左手穿，右手下来的时候要托掌，同时要蹬脚，上步九十度，再上步。好，两个手竖着打圆。好，要朝前啊，因为我那个地毯滑不下去，就是你如果是地板的话，脚就是朝前，然后呢，手呢，后面的手要尽量高，头要抬起来，手呢是板着向上的。好，重心呢慢慢向前，然后人呢站起来，两个手在边上抱球，左手呢手指向下，手心向外，右手呢在额上方，中距腿，脚呢尽量的往后分，脚底向上，上步转腰，然后两个手呢摆到后面45度，重心到前的时候，这个右手呢从腋下穿出来盖步，眼睛看好了，看手，这个手呢，这个手你看啊，是自然指，你不要这样逼逼指，是自然指。上边的手看不见，洪老师你们后走。哎，对，现在才能看见。上面的手呢，手心向上，眼睛看好了。好，你看，左手下，右手上，打一个圆，然后转腰转过来，两个手是一上一下交叉的，然后一个往上一个往下，中距腿，这个叫叶落平沙，上步转过来，好，滑圆拉开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动作。